欢迎今晚的主持人罗布隆、周千威、黄玉文、曾慧仪。都会获赠一枚精致、美丽、大气的27周年纪念徽章，希望大家都能够满心欢喜。我们要感谢所有在这场盛会提供赞助摸彩奖品的海内外干部义工们，我们更要感谢林老师、魏老师的大力支持与协助，让我们的春酒晚宴活动更加的丰富与精彩。来，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谢谢他们。谢谢。还有，一个活动的进行最重要就是参加的人。今天27周年长生学的晚会，除了台湾各县市的义工伙伴们之外，还有从海外不同国家组团而来的义工伙伴们，并且带来了精彩的表演节目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，感谢他们的到来。今年晚宴的主题是巨星之夜，为了感谢大家这份不远千里而来的盛情，高雄服务处精心准备了一连串精彩丰富的表演节目要与大家同欢。今晚每位嘉宾都是 superstar， 让我们一起发光发热，尽情欢乐，共度这美好的夜晚。我们四位主持人在这里要跟大家拜个晚年，祝大家平安健康，新年